啥了不？干好事了呗。好事，啊！昨天晚上他俩，我跟你说，别说了，我俩都承认错误了。是，哎，好事咋还不让说呢？他俩昨天晚上喝多了，把咱们小区所有乱停乱放的共享单车摆的那叫一个齐，停的那叫一个直溜。他俩吗？一个矮个，一个光头呢？监控器看得清楚的。我是矮个，我是光头。那不是陈佩斯和潘长江吗？那是别的小区的。二米粒，哎，你刚才说我俩啥来着？凭什么说我们两个是小偷？对不起。不对，还有人家车玻璃的事儿呢。这个事儿就算了吧，对，别提了。过不去，不能不提。幸亏他俩把车玻璃砸碎了，要不那小狗就闷死了啊！车主还要感谢他俩呢。啥小狗？小狗？什么情况？是这么回事，咱们小区2号楼502那对夫妻停完车之后啊，就把那小狗锁车里边了。要不是他俩把车玻璃砸碎，那小狗就没命了。呀。是他俩吗？一个光头，一个矮个吗？我是矮个，我是光头。不应该是陈佩斯和潘长江吗？二姑啊，啊，咋好事都往别人身上赖呢？咋的？你跟他俩有仇啊？阿美玲，哎，你不是要离家出走吗？带着你的化妆品走。那个误会了，这事儿就过去吧，好不好？什么过去？什么过去？过不去。小忙哪儿过？来了呢，小王你好。臭流氓，咋的了，小王？我们这正好你在这儿啊，你看看你家是啥人哈、啊？我黄小黄虽然是大龄单身女青年，我很想把自己嫁出去，但是我是一个正派的人。就他俩，你是你吗？不，跟我没关系啊。是你，你闪开，你过去。你自己干什么好事？怎么的了？亲爱的黄小黄，我对你的爱是深沉的，我暗恋你已经很久了，小黄，我爱你。臭流氓，小姨夫，小姨夫啊！我痛心呢，我小姨夫，我怎么有你这样一个小姨夫啊？是小姨天天打打你骂骂你，有什么了不起的啊？你酒后乱性啊，你就啊你就对人家小黄产生非分之想啊？你还好意思说别人啊？你接着往下看，还有一段呢，你看看吧。亲爱的黄小黄，我对你的爱是深沉的，我暗恋你已经很久了，小黄，我爱你。臭流氓，潜水员，你真是臭不要脸，臭不要脸！你先等会儿，我骂他两句。哎哎哎哎，好啊你，人家二米粒对你多好啊，你就对人家黄小黄产生非分之想了，不要脸，臭流氓！我不知道啊，坏蛋，一对大坏蛋，从现在开始。不许说在我家饭店喝多的，我跟你们俩一刀两断，断不了，断不了，完了，有事儿，你俩，哎，不，哎，有事儿，我找你俩一天了，你俩猫家了是不是？好兄弟，有事儿，误会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都赖着酒，喝了酒以后有点乱小性，对不起，你俩别说话。哎，亲爱的黄小黄，我加子儿，加子儿，疼，疼，哎呀，咋的了？瞎发视频，我差点给我媳妇打电话，完投案自首。我媳妇差点带着化妆品离家出走。疼！哎呀哎呀！你俩闪开！你干啥你啊？啊！舒服。这么多人，这么多人，我多丢人呢！你以为你这么做，我就会答应你吗？这么多人，人家咋答应你呀、啊？
啥？他是答应还没答应啊？好像是看不出来。你快去就医啊！你找个没人的地方表白呀、啊！明白了，大恩不言谢啊！谢谢二位哥哥，晚上请你俩喝酒，你俩也去，都去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！二米粒，哎，给我拿酒来，哎、我压压惊。好好好，哎呀，二姑、哎，我再给你炒俩菜来。二姑，二姑、啊，那多卫视啊！上我那儿喝不就完了吗？对，小姨夫爷爷，二姑父，你们俩以后干好事能说在我那儿喝多的不？我闭嘴，他两面三刀的，从今以后不去你那儿了、啊。要去你那儿也行啊，不需要钱。行，哎呀，小姨夫啊，我跟你说得严肃起来了啊，以后真的不能再喝酒了，咱俩都断片了，多危险呐！是，你说咱俩要是不喝酒，咱好好的做这些好事，咱得多自豪啊！是，就是啊，是，这正是昨晚发生许多事儿，翻车救狗帮小四儿，要是能把酒戒掉，放心，一定戒。对，哎。还能喘两口气儿的算不？我不愿搭理你，小土豆，咕噜过来。我家伙，我还挺有名啊，我。哎，怎么着？你们家是不是有人在物业上班啊？对呀、啊，怎么着？你家是姓范不？姓范啊，怎么了？是你家老大不？我找范老大。那范老大是我哥，死四十多年了。别等。爸，嗯，这肯定不是找你大哥的，是找谁呀、啊？是找我大姐夫的，我大姐夫不就在物业吗？嗯，他肯定把人又得罪了。你说这人，你我问问他啊，你问问吗？大姐，不是你不是不是美女美女啊？哎，你找范老大有事儿啊？哼，他拉我们家店长，拉你们家，楼上装修那是你们家呀？是啊，怎么了？他把你们家店长拉了？是啊。活该、哎、拉对了，拉晚了。老爷子，你这可是在激化矛盾呢。谁激化矛盾？没有、啊、你们家天天扰民，你不知道说什么了吗？来美女，我跟我爸说啊，没事啊。爸呀，干嘛呀你？我大姐夫把咱们小区人都得罪的差不多了，咱就别再替他得罪了。就这种人呢、啊，得罪就得罪吧。为了让老百姓睡好觉啊，当领导的就得敢作为。老爷子，你这是在护犊子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就护了，我就护犊子了，好犊子就得护。老爷子，好了，爸，你本来去睡吧。好了，大姐你消气儿，爸，你趁这会儿，哎，没声，你睡会儿啊。行，哎呦，大姐你别生气。范老大呢？啊，范老大，不是。大姐你着什么急呀、啊、我爸他岁数大了啊，对不住啊，来你坐会儿。让我坐我就坐呀，你算老几啊？我老二。我范老二。我不找老二，我找老大。你把范老大给我叫出来。行，街坊邻居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是不是？来。哎呀，街坊邻居们，这么晚了还没睡呢，楼上装修吵着你们了是不是？放心，闸我给他拉了，这回清静了吧？行了，大家伙回去睡觉吧啊！哎呀，我回来了。哎，你怎么现在回来了？这都几点了，我还不回来呀？不是，你去加会班。是我这都几点了，我还加班啊？你别我，哎呦，家里边有客人呢。对，这是我发小。你快，小土豆，一边咕噜咕噜。这时候回来。你就是范老大吧？什么范老大呀？好汉做事好汉当啊，是不是你拉的我们家店闸？哦，楼上装修那就是你们家呀？哼，我还正要找你呢，这都几点了，你们家还装修啊？扰民了不知道吗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家这店闸我拉的。范老大，我告诉你。哎，行，我跟他说，这事交我啊。不用，干嘛呀你呀、啊？我都听说了，你都让人家给罚下来，都看大门去了，你拉人什么店闸呀？等会儿，你看大门的，你不是物业的？我是物业的啊，对，他以前是物业，这不是
前两天啊，一车主违章停车，他也是好心，找俩人给人抬抬一边去了。等会儿，咕噜咕噜，怎么了又？哦，原来抬我车的是你呀、啊！哦，那违规那车主就是你呀、啊！我找你好几天了，你找我干啥呀？你凭什么抬我车呀？凭啥？你咋停车呀？啊，那不让停车，你不知道吗？你那车一停，后面十几辆车出不去，我只能抬你那车。出不去，你找我呀？我咋找你？我找不着你啊！找不着，不知道打电话吗？我打你这电话三次了，你都不接。陌生号码我能接吗？万一是诈骗电话呢？那我就只能抬你的车。抬我车，我就告你。你告我，我也得抬你的车。你凭什么拉我们家电闸？这都几点了，你还装修啊？你扰民了，我就得拉你家闸。扰民了，你不知道告诉我吗？我找不着你啊！找不着，不知道打电话吗？我打仨电话你都没接。陌生号码我能接吗？万一是诈骗电话呢？那我就只能拉你家电闸。告我电闸，我就告你。你告我，我也得拉你家电闸。咱先不说过去啊，咱就说现在。哎，等有机会，你二姑娘回家再听你讲那过去的故事，行吗？好嘞，那我先打个电话吗？好的。哎，喂，老公，我妈参加演出这事儿让我搞定了啊。那，别讲那没有用的，回家再报。嗯，么么哒。妈，哎，这么说您同意了啊？您可不许反悔，我那边还有点事儿，我得先走了。哎，对了妈，你跟我王叔，您俩得抓紧时间，你知道吗？得好好练一练，把你俩最精彩的那个呀，给大家呈现出来啊！我先走了，我来不及了，拜拜妈。哎，放心吧。对了，我还真得找老王头练练去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老范嘞，又把啥砸嘞？砸我自己，不是砸你自己这么大动静啊？砸我自己的茶杯，不是你凭啥老砸这茶杯呀、啊？这玩意儿中凉水都烫手。你说这老东西啊，就小心眼。你说我不就是和老王头要代表社区到区里参加个比赛吗？你就打心眼往外不愿意，对吧？我说了吗？你倒是没说，可比说还严重的。你以为我是三岁两岁孩子啊？我啥看不出来？你看出啥来了？我说老范呐，我跟你过三十多年了，你啥样我不知道吗？不就参加个比赛吗？至于你这样吗？你参加啥比赛呀？你现在还会干啥呀？你都啥岁数了？你都啥岁数咋的？哼，想当年我是剧团的角。哦，对，你是角。那我是干啥的呀？你不就是一个文化馆抓演出的吗？你太明白了，那没经过我审查，你就能出去演吗？啥玩意儿？别吹啊！还你审查人那是文化馆馆长审查，你就在旁边给人倒两杯茶水。那你知道我倒茶水的时候，我跟那馆长说的是啥不？说啥了？馆长，这演员不错呀。要不叫我这一句话，后来排那个马寡妇开店，能轮得着你守寡呀？怎么？照你这么说，我有今天还亏了你当时的一句话了呗？那你以为呢？老范头，早知道这样，我这辈子我都不干这行。我从今天宣布，我封嘴。我不唱，你唱不唱是你的事儿，你跟我说那有啥用？就刚才啊，我就看着那个牌子呼呼呼要走啊，啊，我一个箭步冲上去，夸我就给扶住了。哎呀，淑芬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啊！哎，你怎么回来了、啊？你别回来了、啊，你应该踏在那一头顶着这个牌子呀、啊。你顶好了啊啊！你干啥的？你干啥的？你是干啥的？顶也应该你顶啊。对对对对对，是我的事儿，你甭管了，我去。哎呀呀，等会儿。哎呀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！哎呀呀呀呀！真！哎呀！哎！淑芬啊，哎，你把他搬来了？大姐，来，来，看见没？啊，
就这么一个牌子。哎，大风中如果真的刮倒了，咱别说砸这人啊，就算是砸这个车，你物业负得了这个责任吗？是是是，你作为副经理赵刚子，你负得了这个责任吗？负不了，负不了。我今天拯救了物业，拯救了赵刚子，拯救了赵刚子的命运与前途。哎呀，行了，顺风，别顺杆老往上爬了。不是，顺风，我有个事儿我想问问你啊。你说，你刮这么大的风，下这么大的雨，你怎么就出去了呢？是这么回事儿啊啊！我今天开着车啊，我进小区了，我到了停车场一看，哟，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我就下了车，我锁上车，我就过来了。什么玩意儿？此处禁止停车，看见他我就烦。那你就把他拔下来了？我拔，我拔了，我没拔，我没管他，我回家了我。但是啊，到了晚上，下雨了，刮风了，我担心了，担心了我，我就穿上雨衣，我来到了停车场。我老远我就看见这个牌子呀，在大风中哗哗哗哗，我看不行了，一个箭步我就过去了，哗我就给它扶住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这个牌子太沉了，我扶不住啊啊！风太大了，我一看哗就向我扑过来了，砸着我怎么办？我说哗，我就又给它推过来了。哦哦，我跟你说，大自然的力量太大了，人真是顶不住我。哎呦，眼看着就要砸着我了。我哈，我又给他推回去了。我一想，不行，这样不行，我得给他拔了。啊，起，起不来呀，起，真起不来呀。这时候，丹田一运气，哼，搬回来了。顺风，我跟你说，你今天真的是做了一件好事。嗯，这样，等明天雨停了以后啊，我到现场看一看。如果情况属实的话，我跟物业说，到时候奖励你一个停车位。真的，你这样最好这个停车位的费用全都给我免了。差不多得了。